你挑点那种就是说那个怎么说呢，可能是叛逆一点的。不太能播呀。对，没有砸了。哎，气不气？气死你。不太能播，你说说看呢，说都不能说。我不好意思念啊。那你啥时候和他结婚？疯了，法律懂不懂啊？干什么？有坏点呢？可爱五连拍。不可能，在我的字典里没有可爱这个词。我 man man 中 man。那你 wink。不可能。不可能。学猫叫。不可能。啊，猫狗皆不学。猪叫也不学。学儿童叫，儿童那就是狗叫吗？儿童那就是狗叫吗？我给大家学个狗叫。哎，不是儿童，猫狗皆不学。我立个这样的 flag 吧，热度破10000了，我杀儿童给大家助兴，好吧？就这么定了。都破万了，都封顶了，我来个狠的怎么了？对不对？大不了不混了呗，对不对？孤注一掷，男人就应该把每一次目标当成孤注一掷，就当成人生最后一次。你孤注他呀？你孤注他呀？啊？怎么了？